大家好，我是常善，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最适合热天饮的汤，就是清热解毒的沙葛煲豉骨汤。选用的材料呢是有绿豆一两，蜜枣三个，姜一块就拍扁，陈皮一个，沙葛一个，我这个一个呢是两斤重左右，鲜骨斤二两，就斩件飞水，海带呢我是用了半条，因为呢个海带呢发开了，用水泡开了之后呢就好大条嘅，咁我就剪开了一半嚟用。水呢就加入适量的水，咁但係呢你话好多朋友就问我适量的水呢就係、是、究竟係几多呢，咁我呢用个量杯量过，我屋企一家人五口人飲用呢个汤呢个材料呢係3500毫升。咁我哋而家呢就把所有个材料呢就放入个煲入边啦。咁呢个汤呢就好清热解毒，但係呢如果係生理期呀、女朋友呢，生理期的女性朋友呢就不要饮用了。咁仲有呢平时身体好孱弱的呢、都不适合饮用这个汤。大火煲滚了之后呢就改为中小火煲两个钟头，咁呢个汤呢就得㗎啦。汤煲好啦，加入适量的盐，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的朋友，请帮忙点个赞，转发给你们的朋友，多谢。